OK， 好，来接下去，这里有一个更正啊，这边打少了一个二，哎，这边打少一个，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就是这边少了一个二，就是没有配频道 ，OK， 没有配频道。那我们接下去讲第六题的 C，OK，、okay, 第六题的 C， 在一个电解的时候，我们用 CuSO4 产生 Cu， 然后要你去计算最多 ，OK， 你可以得到多少的 Cu。如果你现在用100A 的电 ,5L 的液体 ,2摩 的 CuSO4 进行电解一个小时，那你会拿到多少的 Cu? OK, 你会拿到多少的 Cu? 所以这边第六题的 C, OK, 第六题的 C, 我们的反应是 Cu2 正得到了两个电池会变成Cu， 哎，这是反应 ，OK， 这个是反应。那公式 Q 等于 IT，OK，Q 等于 IT， 一百 ampere 乘上一个小时就是3600秒，那就等于36000coulomb。那我们找到 coulomb 之后，电量 ，OK， 我们找到电量之后，要知道一 faraday 就等于96500 coulomb，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一个现在是36000 coulomb 的话，这里就会是多少呢？这里就会是我们拿这个36000除以96500 Friday， OK， 然后找到之后要知道一摩的 electron 就等于一个 faraday， OK， 一摩的 electron 就会等于一个 faraday， 所以这边总共 n electron 会等于36000除以96500 3.7306 摩。 OK， 找到那电子的数量了，我现在找到电子的数量了之后，我们知道 number of mole of copper 是等于二分之一个 number of mole of electron， 所以等于二分之一乘 3.7306 等于 1.8653 摩。这边啊，二分之一，这边2:1，所以二分之一。找到 number of mole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找 mass。mass of Cu 等于这一个是 1.8653 乘上 molar mass 63.5， 就等于118.4456 gram。